14年前，金武门一役，我爹和我娘都被杀了。你为什么想学武？我要变得更强，保护我的家人。太轻无极，聚气化形，拳可救人，亦可杀人。他的拳杀性太重，我不会教你。我说就不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乃金武门的余孽藏在这里。是魔罗当年的账，现在必须要算清楚。我要保护我的家人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看看我绝招！